系废到扑街噶，你又似台度有个独立 grave 喺度，所以我可以有先手权，系选手权啊，系咁就攞到嘅，你要攞镬铲就攞镬铲，系啊，咁你头先赢嗰场系玩咩海盗楼？我赢嗰阵系海盗楼，但系冇人见你有海盗嘅，哦，我后屘卖晒啫，喺海盗楼卖晒，海盗人翻够啦，系啊。三九啊，算。五星流嘅，我成日都升唔到三星，我发觉我玩呢玩法。云喺边度？云喺度啊？喺度啊？喺度啊？啊，你问云睇唔睇到啊？系啊，系啊，睇到。即系升一曲三星嘅话咧，难要前期就要话旺先得嘅。系咯，但系即系你后期咧 V 一星嘅几率太低。但系前期我又唔会想转嘅，即系想移嘅。前期嘅系玩，我都系翻钱啊，翻底流啊。系咯。仲系第一隻元素，哈哈！转仔系咩？冇事啊！跟住玩元素，好元素，一直都冇。千祈唔好睇小巫师啊！你又系啊！但系小巫师嘅核心就系 Lulu， 系啊 ，Lulu 系超级超绝化。诶，卡萨丁加 Lulu 交啦，真系好癫啊！真系巫师嘅核心。如果講坦箱嘅話，就係、是、Lulu 加卡薩丁，但輸出嘅話，仲要靠後期嗰啲咩龍線啊 ，Carvers 啊，有買得住維嘉啊嗰集，冰雞好像不是巫師，冰雞是冰川使者，是啊是啊，冰雞不是巫師，冰川和元素，哦，迪卡特，哦，迪卡特是你這隻 A 都沒摸，沒得出轉卡特很慘，卡特是All in or nothing， 我而家未命中我啊！连珠，我唔合手连只，唔紧要啦，铺路啦，坐下前线先啦，哇！A 數買隻數嚟玩下，火人都唔係巫師啊嘛。係啊，火人元素數嚟嘅。火人嘅元素加咩？惡魔。喺度記得。惡魔。但我需要呢、這個。系真嘢，真嘢！屌你啊！绝杀系咪咧？要出再出技嘅仆街！卡萨丁 AI， 哦，搞掂！唔使再出技啊！好啊！卡萨丁劲嘅巫师嚟噶，成集成个巫师 comp 得一只坦就系卡萨丁。系呢、這个真冇啊！跟住嚟啦，嗰啲全部咪坦嚟。唉，我都冇得拣噶啦，求其啦。
俾人攞龍線。哦。我實想攞出誒，盡隻雙要龍線出聲咯。係咯，我一定養。嗱，你養啦，依個。咁攞唔到龍線，即係有其他應對方法。Lulu 咯，元素打架卡到仆街咯 ，feel 到。系啊，卡到仆街，精神。哇，只兵！够大。哇！只卡特出幾冇力嘅，只卡特冇力一星啫嘛，係啊，哦，佢仲要冇 A P 啊，佢個冰心同埋眼淚，卡特嘅專武黑魔咁輸咯，同蓋倫一鳩樣，啲範圍相超，因為佢 A O E 範圍，即係 A O E 個持續傷害咧，一定係要黑魔咁輸。哦，卡到仆街咯！我只 Cannon 整弱得二人先啦。哦，有元素师啊，和师。哇！对咩嚟噶？黄金都卡成嘅。虚空三物流啊，等于。虚空垃圾。虚空唔垃圾，曹格我就出有曹格嘅虚空唔差。曹格咯。曹格系唔差嘅。整弱得二人先啦，弱得二人咯，唔系弱得二人，你其实系保到 Lulu 啊 ，Lulu 系好怕俾人 burst 鸠咯。但首先我要顶得住，我全部一咧嚟嘅，你话前面屌，唔系啊，你有卡萨丁加 Lulu 得啦，全部一咧，我都会俾嗰啲狼佬秒捻晒，灭唔到 Lulu 得。嗰啲可以練。嚇屌！哇哇，電到！哇！電到一下電死曬嗰啲狼。但我依然係冇。誒，升到啦，冇卡啦。你怕被人秒的話，血彈加血彈爆下去隻骷髏肚的後戰，但是血彈你可以hold住先的，血彈你可以等那個魔防整西風。哇，被人拉了骷髏口，撐不住了，拉了骷髏，不要死，不死就可以了，等一下秒了，好在有後戰，彈一下，哇，好在有後戰的，哇，再彈吧，再彈，哇，兩隻機械人喺對面傻眼咗，好在你有耗戰就屌，真係啱啱你冇耗戰即刻死嘅，你頂唔到出 Q 傳法，即刻合咗咯屌頭先，好在你有合啫，冇抌個西風，因為我通常血打通常就係抌魔法啊整西風，下嚟啊，我有邊隻？你出面嗰只系 Canon 咯，啊咁我唔使买黎生出都得啦，我老家，
火佬同埋咩啊？火佬同埋依唔係個公司啊？只阿尼咧？你唔買？阿尼唔係啊，只阿尼公司。但你嗰個鋪係邊只阿尼啊？邊型先？哦，識唔到三叻噶啦，唔買。好難講啊！阿尼先。看看元素之有什麼？冰雞好像是。元素之是是啊 Liz Cannon 火人和冰雞，你都一定要有 Liz 的了，你等冰雞的話很後期，很後期的。放住先啦，你起碼兩盤魔喎，蘇斯。啊 ，Spike 嚟嘅。誒，魔都係巫師啊！哇哇，撲街！唔緊要，你元素時停得住，跳住快，一跳住快即贏。跳住快。一要最快就贏啦！你至少唔好俾人 first 只 Lulu 贏緊啦。可以啊 ！A 咁樣好難勁。黃絲肉嘅核心 Lulu。可以啊！哇，有浩國嘅 Cameron 手上。冇人搶啊！你攞咩好咧？元素士先人搶啫，誒、欸？啊，後攞！喂，屌你呢啲咩搶埋？哦，冇咗火人咯。係，我唯有攞鑊鏟嘅啫。係咯，出邊最優化就係鑊鏟啦。因為冇記錯，鑊鏟加後手都有鑊鏟，加大棍係咪可以上巫師啊？如果我有呢、這個多個位置可以放多隻，可以咯。其實我夠性，冰雞加鑊鏟，再加大棍整變成巫師咯。我頭尾擺就得啦，下一 round 擺。蹬腳。其實我而家開始咁擺咧，其實可以即刻升，然後可以放到我嗰啲。咁咪玩蘇咯，咁我就已經咩啦？我已經四隻啦，咁我加個 Venom 蘇，再加埋一隻，哇！大佬第四，哇！俾人打到撲街啊！孤狼就嚟直接死咗咯，哇！哇！唔夠打呢、這個，哇！哦，嗰七十二分啊，三打，哦，算啦，嗰係貴族嚟嘅，屌，貴族啊，貴族遊俠，係咪咧？貴族啫嘛，或者睇到。貴族係啊，就你仲要未升齊，打好多山。六隻貴族齊曬啦！啊，最正係瘋狂用錢升人啊，即係抌只 A 數出嚟。哎呀，都要抌咗俾啲人。但我冇威放彈咧，成日仲要攤佢。唔係啊，卡薩丁都係。快啲 Lulu， Lulu。開唔到技啊！火佬彈彈彈彈彈彈彈啊！彈到。火佬都有個踢波超痛。哇！因為你六無師已經黐撚咗。係假啦。有，我睇下我而家左邊嗰度勁多嘢。加咯，火佬。卡薩丁卡住咗，你去到八咧應該 win 唔到卡薩丁物仔嘅，所以我都可以抌咗佢。所以我唔打，等有嘢買。
啊，你好難食卡路里。都填翻上廿蚊，所以都係唔買。喂，多少？我八十四。我食完寿司，即系呢次系我劲落。我啲巫师出一招技咧，你落巫师咧系劲卵痛。系啊，一下二万都得嘅可以。我仲需要啲咩人？有冇啲围家？冇咩需要。储钱整多一只，整多只坦就得。阿神一厘一厘一，三四只一厘。如果升到两厘就好斗。唉，我只碌碌仲系一厘。玩曹格咯。曹格？嗯，曹格系唔错。我开唔到技，唉，死晒。冇啊，我太多一厘。踢波哦，一踢波即刻收尾，踢到佢埋。你嗰啲有啲日得二人咧，勁難四命中。係啊，不過你咪六隻，一三隻，三隻夠啦。哇、哦！陣仔卡啦，賣卡實頂啦，賣卡食啦。你哋只卡食佢原來冇遺意，垃圾一咧，一開場擺到而家，屌多曬都注咗，注咗你。又呢條友，嗰啲石像隨機出啫喎，係啊，個位靚咪好，好似呢位咪靚咯，吸住咗卡薩丁。你最怕就卡薩丁咁樣冇出奇。哇！收皮啦！哎呀！卡薩丁，你買咗就出翻嚟啦。買咗你會，佢會喺個商店度出翻嚟嘅，送翻俾你。你都卡到仆街噶啦，你捨得咁啊？不意外。你揸只 Cannon， 揸只 Fan 都可以買啦。買得啊，不過未打。未命中，我好劲，未命中，大，喂，顶得住，哇，好劲啊，老师，你镬铲我就 OK 啦，镬铲咧可以整多只，不过镬铲都多只，死哥，死哥本身都系巫师嚟，系，系咯，死哥，咁我就可以。镬铲加镬铲啦，镬铲加镬铲。开放未啊？开我未啊？你出嚟攞嘢啦！屌你！你未必攞到。死哥！哇！咁你多一个人，我即刻摆死哥入去。即刻摆死哥。都可以唔使用 cannon。cannon 元素师嚟嘅。要阿玲，你唔系多咗个人口嘅咩？系喎，点摆好咧？你两个自然之嚟攞咗四个镬铲啊！呢场系好卵癫啊 ！Loser 嗰成十一人口咪得攞咗四个镬铲，攞全部用都谂下先。你又喺度留，跟住用钱买翻嚟。系啊，会顶住只石像顶都好，加一个学金嘅。我顶成对啊！应该系真系走咧，二零多一个，但系顶住好似顶唔住喎。
開唔得啦。哇！你咪可以啊，可以。我夠啊！我雪別傷心。但係 Losa 嗰次係十一人頭係點啊嘛？一個自然之力。加啲用錢堆出嚟。用錢得出嚟，跟住冇自然之力嘅。係有一個自然之力。即係你玩到幾多咧？縮咧咯。我玩到滿咧啦。佢有得 mess 咗啦。啊，係啊。我但係我唔記得咗幾多咧。我呢啲黑仔咧，好難砌到三星嘅，出多啲勁嘅兩星嗰啲咩氣温啊，嗰啲一啊氣温兩星夠啊，黐線啊氣温兩星啊！一星已經好勁。哇！屌你俾人打大啊！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哇！反底啊！俾人反底啊！再做埋可以兩星氣温一星。喺度兩星氣温，我未。我未，我未試過兩星。我人試過兩星氣運啊，跟住嗰場即刻贏咗。兩星冰雞好勁，我哋知道兩星冰雞同埋兩星 MF 咧，出一招 AOE 就贏咗。我人就知道氣運兩星入變身就贏咗。咁啊係係啊，呢個真嘅。一雲著變形師啊。係咯，我一星氣運乜嘢配搭？乜撚都冇，已經覺得好勁啊！一開大即刻贏。係啊，黐線啊！下下條血咧就嚟死嗰陣咧，慢。冒犯。跟住對面就收皮，系啊，跟住你仲要爆嗰下又勁痛啊！系咯，呢度咧真係得一呢啊，難玩，哇！頂唔攔住啊！唔夠條龍打喎，雀仔！啊咩料啊？唔係唔夠條龍打咁樣，有條龍擋傷啊，擋魔傷啊，好鳩！係啊，條龍一定要用 A P 打嘅，哈哈！條龍擋魔傷啊，屌！哦，哎呀，咩啦？哦，唔緊要啦，你哋再玩，你仲玩咗，我咪都可以玩嘅。一齊玩啦，梗係。I was forged by winter。哇！點乜？我未試過用鑊鏟變龍。鑊鏟加大棍。大棍。有隻龍先咯。幾好啊！要啦，升唔到三啫。我搏下，我揾到豬女㗎，豬女。有一張 wish 儲錢。啊唔得，睇下我分唔识，咁就升。系咯，你唔等你识嘅。我觉得我唔升就会输，都有机会嘅。但你依家升咗都升唔到嗰个。哇！扑街。我 MF 开劲。MF 太劲啦。Lulu 反底。四哥出多下技。我话都话反底。哇！仲有三滴血。哦，冇曬錢啫喎，雀仔仲要吸引到人，卡住咧只豬女喺度啊！無師，一係就打小隻，打小一隻，我係坦上冰柱。打小就圍更。喂，仲有啲裝我裝埋咗佢先啦，輸。裝埋啦，都撲街啦，你齋下啫嘛。咩度咧？後期裝喺啲坦度啦。豬女啦，好啦，裝曬落去啦，屌！係啊，因為你我哋絕死啊！係啊，冇得留下一波嘅。買貴，頂住啊！掉技入火爐，我都退鬥埋。豬女開到技啊！開到技啊，豬女！係我，喂，有冇？反底，哎屌，晕晒啊！俾反底啊，系俾人反底啊，冇啦冇啦。好啊，啲贵族太戇鳩嚟咧。贵族一食六隻咧就戇鳩。雀仔都體驗過啦，其實係，即係係咁回嘅啦。係啊，貴族遊客，我俾雀仔打到。屌你，佢拖住我隻石像啊！屌。好啦。我打咗李安娜就跳咗。係咯，打到成炸。貴族流嘅好旺嘅，只要你起咗咧，打曬。貴族流嘅難題就係好難前期捱。你坐揸可以啊。